由巨好开的捷达 SUV 邀请本场第一位安可独唱歌手，让我们一起美好生活，一路捷达，有请巨好听的胡夏。走。下一场舞台除了对唱之外，我们准备了四个惊喜的 encore 舞台。哦，这个舞台将属于我们家族中的四位能力者。我们统计了在这个舞台上整季以来点赞数最高的四首歌曲，它就是带来夏天的袁娅维，胡夏带来的小幸运毛不易带来的歌曲不染，古巨基带来的歌曲一生所爱。恭喜获得独唱机会的四位歌手，为你们开心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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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怎么选？怎么选独唱？那鸡哥先选咯。没有啊，我选不出来啊。啊，那我就选绝爱吧。王鹤棣在这里面很帅。最近这几年唯一追的一个就偶像剧嘛，而且他在这部剧里面牙齿有慢慢变整齐，可能这是练功练回来的。练功练的牙齿吗？他这首应该是去年最红的 OST 了，就是他开大的很多瞬间像动漫，他特别动漫，就这一片是我觉得节奏最像动画片的一个，就是他是二次元的美学运用到三次元里头的。苍兰诀，一部小学生看很幼稚，闭嘴，二十来岁的大学生看刚刚好的仙侠剧，老夫也已看完此剧，刚从甜蜜的晕厥中苏醒过来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部剧的剧情非常的简单和古早，三界第一强者旷世月尊狂拽酷炫东方青苍，又名东方大强，长了一张帅到无数人心巴上的脸。不过这部剧选角标准真的很高，有多高呢？男生必须要能演小公主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。而且女生大力欣欣，你若不想死就必须学会如何做一个混蛋，真的是强人所难啊。本仙女人美心善，才不要做什么混蛋。在这部仙侠剧里，苍生与一心人仍然是两个重要的命题，不过这次不是单纯的取舍，我爱苍生也爱一人，两个还是要长长久久，永生永世都不要分开。在他们身上你会发现，爱不只是软肋，更是盔甲，可以让胆怯者勇敢，也能让无情之人学会悲悯。做的与感动，给彼此勇敢和力量。而今天各位也即将会感受到发生在去年夏天的那段绝绝子的爱情。我如不死，太岁会继续祸害三界，这样你做的一切都白费了，少了我，拯救苍生是我的命运，不是你的。但拯救你是我的使命。蘑菇光影之力，连时间都暂停，全都只是因为你。坍塌破碎了，睁开双眼，无处安放灵魂，只能降落。若灵魂相接在天地之间，看山盟海誓应一场惊觉，没有你的世界，我无力承受。把情绝爱的最后，指尖缠绕的温柔，化作一把锋利剑，刺向了我绝爱。蘑菇光影距离，连时间都暂停，全都只是因为你决定。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可
与你相识才三个月，却好像已经相识了三万年。大木头，永远都不要离开我好吗？若灵魂相结在天地之间，看山盟海誓演一场惊觉。没有你的世界，我无力承受。把情绝爱的最后，指尖缠绕的温柔，化作一把锋利剑，刺向了我。